怎么样？现在信号好了吧？信号好啊。大家都做不动明王，你是对不动明王了解的最深的。是吗？你今年30岁，过完新年31。对对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？我天天做这个，我能不熟吗？还有呢，我要跟你说一下这块料子的原因啊，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嘛。你看到下面这一点黄了没有？到时候这里坐在龙头这里，这个你知道的哦。为什么坐在龙头那里呢？鸿运当头。对，还有这个料子呢，它是肉质非常老，到时候呢，这些因为它这边的黄啊，这边的黄它有点浅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炒成火啊。哦，到时候直接炒掉出来了。对，炒掉成火。后面呢，因为六字真言这些呢，我不太懂，你发过来是啥，就参考你这个来设计。后面那个。这个视频我要把它发到平台上去的哦。你要把它发到平台上去。看看嘛，你刚才你的发型再来一次，像牛角一样。像牛角一样。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发型好像？我没有搞。你这个发型，人家说是有钱人的这个头型啊。头发往后倒，对，往后倒的，这里没有，你这里的发际线会未来，你现在头发长，你再隔个10年，你可能就会掉头发。对，他的发际线再往后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像领袖。行，咱不跟你聊了，咱就动工了啊。行，那就拜拜。啊，拜拜。这哥们呢，之前就说只做个不动，后来想想，他说要做六合，我说那你知道六合啥吗？龙啊，所以就做成很多人做不动尊配龙，他就主要就是不动尊是鸡的守护，然后鸡跟龙是六合。有爱，巧相为，人生今得几分飞，知其彼此身常见，同处何曾有别离。不动尊菩萨，这个终于雕好了，这种神魔款的我就很喜欢。后面呢是您指定的，咱也不知道啥。这个种老的奇光性就好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件不动尊我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在这里呢，这后面是您自己提供的图案，咱也看不懂，您提供啥咱就做啥。这个脸细致啊，龙头也霸气。这个肌肉，这腹肌几块？我目前来看8块。但是你去看很多关于这类型的神仙，他有的肌肉是很多的，有的是12块的。那天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大饼，你家的神仙12块肌肉，那我就不会回了。好，这件做得非常的满意。不光可以看脸，哎，头观看一下。还有更关键的是这个，有几个人看得懂这个？这个是啥？我都忘记了。哥们，这件 OK OK。显现愤怒下。是侵扰众生之邪魔畏惧而远离。